真的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可能跟今天的这个可能这个公演的冠军会勾上任何的关系。在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24位炸裂吧女孩，请看大荧幕。好，我们现在恭喜云儿192票，同时并列第五名的还有佩涵192票，第四名恭喜很冷艳的孙尤安193票，红队队长吴欣婷获得203票，以及我们的黄队劳苦功高的子子第二名316票，谢谢。再来就是庄定欣第一名422票，恭喜你，你现在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时间，一路以来从团体出发再来我们台湾，现在是第二个出发的地点，我们要好好来问一下，在我们长达5个月的赛事当中，现在在冠军赛你拿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请发表得奖感言。我真的很惊讶，就今天其实我像昨天晚上我发文其实就有说，今天对我来说就是一场谢谢大家的表演，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可能跟今天的这个可能这个公演的冠军会勾上任何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一开始来节目的时候，节目组有问过我，你觉得自己人生的炸裂时刻是什么时候？我当时我好像回的是我还在找吧。然后我来这个节目的几个月5个月了的之间，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了，其实也没有别的，就是当我有自信，我爱自己，我觉得我把快乐带给大家的时候，我好像就已经在炸裂在发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突然有一种就是我真的成为了炸裂女孩的感觉，谢谢大家，恭喜你在本节目找到你最炸裂的时刻。回顾在第一次公演新庄的体育场里面，庄定欣当时拿的是2票，而今天拿到的是422票，恭喜他。